对了，小玉，冰冰他们说要去试试胆量。试胆量？要去哪里试啊？去二号区的墓地。墓地哦，之前猪太郎和冰冰去调查墓地的时候想到的。说是现在要商量有关试胆量的事，就在那边。真的吗？那我这就过去。真的没问题吗？我说，是不是多一些人来参加的话会比较好啊？对呀，人多的话也比较开心。难道你是觉得现在的这些成员不可靠吗？哪有哪有，没有这种事了。增加了好多人。大野同学和珊珊同学能来参加真是太好了，万绿丛中一点红啊。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就是万绿丛中的一点绿了？这是墓地的地图，在做了标记的地方事先放了玻璃球，要把那个拿回来。有三个地方啊。那个我不好意思啊，请一定让我加入大野同学还有珊珊同学的队伍。我也要申请加入他们两个人的队伍。比起你来，大野同学或是珊珊同学好多了。那我们就用横竖线法来决定队伍吧。我直说了，我的同伴就是大野同学呀。我和珊珊同学是一组呗。我和你还有山田三个人一组。藤木最糟的一个。小玉，拜托你了。我回来了，妈妈。今天傍晚我要去试胆大会。傍晚之后在外面玩是很危险的，别去了。没事的，妈妈，你不用担心。除了我，还有七个男生，大野同学和珊珊同学也在哦。可是妈妈不放心呢。丸子，我好恨呐！爷爷，你干嘛？真是的，已经开始了。丸子，你是说要去试胆量吗？你似乎不知道那边的庙宇里真的有幽灵。是假的吧？是假的吧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骗你的。对不起，丸子，这是了不起的魄力呀！你真是长大了。孙女日日长，爷爷翘首悉心盼，戏从心底来，有藏从容的诗句。这是藤木的家。小茂，今天爸爸妈妈要工作到11点才结束，晚饭就吃刚挤的炸虾盖浇饭吧，记得要关好窗户，妈妈。反正我就是个悲剧的小孩，3天两头留纸条，妈妈爸爸都要工作，我才不寂寞。那么现在开始咯。好嘞，那我们先去了。怎么这样啊？第一个就出发，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再见。等等我。再见哦，加油。好可怕呀，大野同学，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，不要抛下我呀。怎么了？刚才是什么声音啊？只是有鸟飞过而已啊。文伟那家伙还真能叫。好了，我们也差不多走了。好嘞，那么我们也出发吧。我们也走吧，总比两个人单独留在这里要好，还是快走吧。有点阴森森的，毕竟是墓地呀。
里吓得腿软了，藤木，藤木，真可怕呀！大家都在做什么呢？其实我带了灯笼来，我们点上吧。哇，灯笼啊，灯笼啊！哇哈！哎！那个奇怪的光亮是什么？大爷同学，请你不要放开我的手啊！我到底是遭什么报应了，才和这家伙牵着手走在墓地里？你看，好像在对面有什么火在飘荡啊！我是山田，别跑了！山田同学，把灯笼还给我！边是不是有什么光在摇啊摇的？什么？难道是鬼火吗？对不起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要回家。等等，真是的，别说蠢话了，回去可不行，大家都会很担心的。一起走，好吧？再见，我一个人走了。藤木，藤木逃走了。不是吧？那就是说，接下去的路我要一个人走了。对面的光又摇晃了。这次是那边了吗？动得很频繁。鬼火好可怕啊！别把你的脸贴过来呀、真是好恶心呐、那个光到底是什么呀？快等等，山田！这就是给大家带来极端恐怖的鬼火灯笼暴走少年山田。山田，等等啊！但是用敏锐的眼神注视着他们的人在这里。别在墓地里玩耍，是不是欠揍啊，臭小孩？对不起。发生紧急事件，全体到入口处集合。好恐怖啊，入口处在哪里？好好走路啊。不是说了已经发生紧急事件了吗？对不起，说白了我现在已经瘫痪了呀。回到入口处。山田同学，快把灯笼还给我。灯笼烧起来了，着火了。大家都到齐了吗？藤木同学不在，到哪里去了不？藤木他在半路上逃跑了。逃跑了。此时的藤木，真奇怪，钥匙不见了，不会是那个时候掉了吧？藤木那家伙居然扔下女生自己逃跑了，真是差劲。真是个卑鄙小人。就是嘛，藤木同学，我本来以为你是好人，这次你仅次于山田，哼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在中途看到了鬼火，我也看到了，太可怕了。哎，大家都看到了吗？我们几个没看到。真不可思议呀、鬼火，那都是山田你搞出来的。同学们，是藤木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把家里的钥匙丢在墓地了，爸妈要11点之后才会回来，有没有谁陪我去呀？我们回家吧。等等。藤木同学，
山田同学，难道你会陪我去吗？不是，我要回家。不过我刚刚听他们说，那个墓地有鬼火在飞来飞去。再见。此时藤木的试胆考验才刚开始。萤火虫森林是真的，我真的看见了，有很多很多萤火虫。哎，你是说真的？现在这附近哪里还有萤火虫啊？真的真的，三年前我去山上的时候就有的，我没有撒谎嘛。啊，小玉能相信吗？现在居然还有萤火虫。啊，三年前也不可能有的吧。就连我看到活着的萤火虫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，而且那次还是爸爸给我买回来的。在清水市的山上看到野生的萤火虫，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吧。就是有。哦，真的有啊。啊，等等，别哭呀，你这人真是的。我当然也觉得要是真的还有萤火虫就好了，对吧？啊，要是真的有就好了呢。我也听说过有。长山同学，在很早之前我就听我的朋友说过，深山里的溪流边有萤火虫。真的吗？嗯，我朋友说很多的萤火虫一起发光，一起熄灭，简直是美丽极了。哎，那很美丽吧？我也想看那样的景色。有很多萤火虫的话一定很美丽呀。你们看吧看吧，长山同学也说有，不是吗？放学后我们一起去看萤火虫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好啊，说不定这个季节正好有呢。好像很有趣耶，就去看看吧。一起去吧，一起去吧。现在怎么可能还有萤火虫？只是单纯的幻想吧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只会说一些让人讨厌的话。我肯定我们绝对会找到萤火虫的。小丸子说绝对有点不好吧。真是的，永泽和藤木都没有梦想了。小丸子，你开始不也说不会有萤火虫的吗？樱同学，先看看这本书里写萤火虫的那一页，很有趣。真的吗？谢谢你呀。哎，看起来是本好书呢。让我找找萤火虫在……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写了什么呢？可以看到森林那边有很多的光亮，那个光亮隐隐约约，若隐若现。我想着，那里会有什么呢？就走进了森林。于是我看到了萤火虫森林，森林里的萤火虫一起发光，一起熄灭。站在那儿，就好像站在宇宙飞船里一样。哎，像在宇宙飞船里呀。是什么感觉呢？我也好想看呢。哦，已经三点了，差不多该走了。妈妈，我要出去一下。去哪里？和小玉他们去找萤火虫。萤火虫现在还有吗？小心点，早点回来。知道了知道了。长山同学，谢谢你的书，很好看。我没说错吧？下次也借给小玉看看吧，里面有写萤火虫森林的故事哦。哎，萤火虫森林啊，要是这座山里也有萤火虫森林就好了呢。已经走了很久了，长山同学，差不多到了吧？嗯，感觉这一带还没有。萤火虫生长在干净的水边，它们呀，可是喝着水生存下去的。用水做食物的感觉很神秘呢。嗯，我的食物是烤肉和夹心儿面包。对了，山田同学，你以前看到萤火虫的地方是哪里啊？我早忘了。忘记了？喂，你太不负责任了吧。那也没办法，我已经忘记了。没事的，往前走，肯定会有办法的。没错，前进吧！
吃的，萤火虫只有在黑暗的地方才看得到啊，所以呢，天黑下来正好啊。可是，要是太迟回家的话，家人一定会担心的。就是啊，夜晚的山路也有点危险呢。没事的，走吧走吧，再走一段肯定能找到的。走吧走吧。山田同学还真是粗神经啊。不过这是山田同学的优点。前进吧。山田同学。有吗？找到了。找到了。但是不亮啊。不发光的萤火虫。你们看。真的一点都不发亮呢，为什么？是不是要再暗一点才会发光啊？很遗憾，这只似乎不是萤火虫。这只虫看起来很像萤火虫，但它是豆斑毛，是不会发光的。这样啊，萤火虫森林果然是不存在的呀。我还很期待呢。是啊，一只也没有。天色也已经很暗了，我们差不多该回家了。看样子也只有这样了，真遗憾呢。不要！我要找，我不回去。山田，我看到了，肯定看到了，我没有撒谎。不要哭嘛，我没有怀疑山田同学说的话呀。可是今天已经很晚了，还是回去吧。我不要，我要去找，就算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要去找。等等，等等，山田，你等等，你真是太乱来了。有的，有的，肯定有的。山田，你快放弃吧，已经够了。放开我，我能找到，我能找到的。放开我，山田，你适可而止吧。三年前你看到的那些萤火虫已经不在了，全都不在了。这个世界每天都在一点点的变化。好想再看一次啊，好想让大家也看一次。三年同学。那个光亮消失了啊，是萤火虫吗？不是很清楚，去看看吧。又亮了，快走。又亮了一次。可以看到森林那边有很强大的光亮，那个光亮隐隐约约，若隐若现。消失了。我想着那里会有什么呢，就走进了森林。于是我看到了。哇，看到了萤火虫森林。那就好像站在宇宙飞船里一样。我就是想要看这个呀。这下真的非常晚了，回到家应该会挨骂吧。不过值了。没错，只要想到看到过那样的美景，就算要挨骂也觉得无所谓啦。无所谓啦。这天晚上果然四个人的家里响彻怒骂的声音。真是的，玩到这么晚你在干什么？对不起。
原谅我吧，没晚饭吃。虽然嘴上说就算挨骂也无所谓，但真正挨骂的时候，四个人还是害怕的。爷爷，沙发和阿凤的事情绝对要向妈妈保密。好不容易豪华的房间和可爱的床变成了我的东西，要是被发现了就全泡汤了。下一集你好小丸子讲的是殷家迎来了沙发和小丸子饲养凤蝶，敬请期待哟。夢のかけら。